Hello，大家，今天我在抖音上有一个粉丝艾特我说，让我拉一首小提琴曲，原版是这样的。因为你的声音，我记得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在做一个 track 给大家听一下。过两天呢，我要去棚里录几首歌。顺便就把这首歌也一起录了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去我的抖音看。Hello，大家，我现在来到了西城，我准备去微服务兵。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今天录一些关于圣诞主题的歌曲。set up 一下，久违的 TTL。第三首是那个《教爱重生我》，然后第四个是那个《如果生日笔记》。对，那个如果能录的话就录。可以把那个 MIDI 关掉。Hello，大家，我现在准备去上声乐课，然后去找叶老师上课，安姐应该也在，然后给他们带了礼物，一会儿见。对，对，那是我。特别好。姐，这会不这么绿的吗？好美啊！圣诞快乐！对，全都是圣诞主题的。对，我做的。可以啊！啊，真能看出来自己做。我现在一个烘焙店，然后准备做一个圣诞饼干，但是我感觉比较困难，因为现在还没有把它们捏成一个团，真的太爽了，已经快成型了，已经快成型了。接下来一个圣诞树。哦，小人出来了，姜饼人。这直接给扣下来了，这应该不行了，那再来一次。大功告成啊！看到了这个被遗弃的小佛陀，首先绿色打底，绿色打底，打底是怎么打呢？先走入山边，走入县城，县城走完之后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让它涂匀，好吧？
可以可以可以，牛逼牛逼牛逼！开始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我上次吃还在 Boston 四个月之前的事情，真的太快了。今天圣诞节，我刚刚吹了个头，洗了个头，然后现在准备打个车去找安妮姐，她现在顺义的黑天鹅，准备和她吃一个下午茶。